在地的创作者啊，艺术家跟音乐家，是不是也因为魏武营有更多的表演机会？因为这几年在高雄啊，然后还有魏武营，就是我们的表演和欣赏的这个风气，逐渐的、慢慢的提升，吸引很多当时可能觉得北部比较有机会的艺术家，他们会回来高雄来服务自己的家乡。艺术正发生，雨鼎开启艺术的日常对话。